保险，你差点。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那我玩游戏，你弄你的，等天宇吧。得早点是缓和一下。你干什么呢？恐怖片啊，我必须保持精神亢奋。你这什么？我知道你啥时候有的，所以你刚刚藏的是这个。那你现在穿干嘛？穿上它整个挺。你脱了，快快快！你脱了，快快脱了，快脱了！这是乱造型。这不这没大空调啊！看这眼神，来整个扇。啊，冷冷冷冷 ，OK OK， 冷冷。我真是搞不懂他，看了害怕，还要在我旁边看，也不知道他这是要图啥。那倒是吓我一跳。这怎么还看睡着了呢？我瞅他两眼，怎么突然醒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就是看你睡着没。你如星我如月，你照亮我皎洁，夜空下是。